想哦，这个它其实是可以这样子的，它是可以这样圆领的啊。我自己很偏好就是一字领，而且其实这件衣服啊，它不太需要扎，因为呢它下面都还有很漂亮的花边，所以呢要让它看清楚，我觉得它不一定要扎。那它是做这样整片软料的，而且是宽松舒适的，完全各位通通能驾驭，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穿不了。你看它是这样子，然后如果你喜欢小性感，我跟你讲斜肩也超美的，或者是你想要一字领平肩。好，那当然平肩的话就按照每个人的身形哦，就是可能比较肉肉的或者是比较偏瘦女生，我不确定你可不可以每个人都像我一样一字领，但是我觉得它还有一些润局，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没有问题。然后里面一样就是穿白色的小可爱就好，然后或者是你想要这样子小公主的概念，然后它也是选用这种木扣，非常的精致哦。它这种单一尺寸而已，而且它尺寸真不小，我必须要讲，我穿起来是微宽松的。如果你要当那个漂亮的公主，你可以拿杏色的纱裙一整个 set 出去，真的太漂亮。如果呢，你今天想要就是比较微正式一点、有气场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拉起来。那如果你家里有一些雪纺飘的裤子，也可以拿来做这样子的搭配哦。